地蚊啊，急剧起飞，全部马匹准备，多当三场赛事五班千四准备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有呢只有情有义啊，响内栏金星福星啦，中间新三都王胜利金刚啊，内栏咧就系呢只飞快威噶，响外边有桂花飘香，中间齐心啊，大外档嘅马咧，仲有呢只爱莲雪啊，枣红色衫噶，内栏位置啦，仲有的确好靓啦，响外边杰出君子啊，尾四卡卡精神，尾三咧就系风采人生内栏噶，尾二就起相逢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金巴利来嚟噶，开始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带头嘅马有爱莲雪噶，咁啊跟住第二位有情有义啊，外档进占第三咧，仲有新三刀王，最出咧就杰出君子啊，内栏啦，仲见到金星福星啊，中间咧包到好靓噶啦，就系紫色眼罩嘅飞快威噶，再喺后边嘅马仲有胜利金刚，内栏黑色衫咧，白鼻箍就系的确好靓噶，响外边咧咁啊桂花飘香又上翻啲咯，再后一搭嘅马啦，内栏就风采人生，后边有齐心啊，大外档卡卡精神噶啦，尾二起相逢包尾嗰只咧就系金巴利来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内栏就系呢个爱莲雪噶，中间开始追。上嚟嘅马有新三刀王啊，再喺外边桂花飘香揽紧上嚟，中间白鼻箍的确好靓啊，最出上紧嚟仲有卡卡精神啊，斗到最后二百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有的确好靓，同埋嘅最紧就系桂花飘香啊，响埋边上紧嚟，仲有就系呢个飞快威啊，最后一百米飞快威嘅内栏已经系突围而出噶啦，中间有风采人生同埋的确好靓，接近终点啦，飞快威赢啊，第二名风采人生，第三名就系的确好靓啊，第四名咧就系桂花飘香杰出君子都好接近啊，咁啊结果呢只飞快威咁啊响埋。等你哋走先，结果跟住你哋跑，穿上嚟赢。风采人生第二，的确好靓第三，桂花飘香第四。好啦，飞快威终于都赢啦，跑到第31场啦先至，都紧紧噶咋？嗰只风采人生又系唔出头嘅，两只夹咗夹埋跑咗40几场啦，咁啊终于有只赢嘅。第三只的确好靓啊，第四只桂花飘香，有冇得再蚀啲啊？桂花飘香啲丑位，嗰只风采人生如果唔系塞住。一路都冇位踏，可能都真系追唔追得过都成问题。我都觉得有机会追得过。结果就两只落飞咧，就构成咗一条 Q 啊，大条大热 Q 三搭十三咧就回飞。准备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嘅马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有呢只有情有义啊，响内栏金星福星啦，中间新三刀王胜利金刚啊，内栏咧就系呢只飞快威噶，响外边有桂花飘香，中间齐心啊，大外档嘅马咧仲有呢只爱莲雪啊，枣红色衫噶，内栏位置啦，仲有的确好靓啦，响外边杰出君子啊，尾四卡卡精神，尾三咧就系风采人生内栏噶，尾二就起相逢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金巴利来嚟噶，开始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带头嘅马有爱莲雪噶，咁啊跟。住第二位有情有义啊，外档进占第三咧，仲有新三刀王，最出咧就系杰出君子啊，内栏啦，仲见到金星福星啊，中间咧包到好靓噶啦，就系紫色眼罩嘅飞快威噶，再喺后边嘅马仲有胜利金刚，内栏黑色衫咧，白鼻箍就系的确好靓噶，响外边咧咁啊桂花飘香又上翻啲咯，再后一搭嘅马啦，内栏就风采人生，后边有齐心啊，大外档卡卡精神噶啦，尾二起相逢包尾嗰只咧就系金巴利来噶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内栏就系呢个爱莲雪噶，中间开始追。上嚟嘅马有新三刀王啊，再喺外边桂花飘香揽紧上嚟，中间白鼻箍的确好靓啊，最出上紧嚟仲有卡卡精神啊，斗到最后二百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有的确好靓，同埋嘅最紧就系桂花飘香啊，响埋边上紧嚟，仲有就系呢个飞快威啊，最后一百米飞快威嘅内栏已经系突围而出噶啦，中间有风采人生同埋的确好靓，接近终点啦，飞快威赢啊，第二名风采人生，第三名就系的确好靓啊，第四名咧就系桂花飘香杰出君子都好接近啊。